耶莉先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自己非常欣赏 IVE 成员张元英。张元英，汪洋，我真的很喜欢她，她唱歌很好听，然后长得也是十分美丽动人，楚楚可怜，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她。每次看到她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特别精神充沛，然后就很想要成为跟她一样这么好的人。而张元英先前才因为披萨广告吃披萨的片段被挖出来批评太做作。恰好 Lily 最近在 IG 上po出吃披萨的照片，只见她咬着披萨，拉起牵丝的浓郁起丝，双眼盯着镜头，另一张则露出灿笑，就被网友指出是不是在学张元英吃披萨，模仿得太明显喽等等。虽然 Lily 跟元英一样都是超容易吸收炮火的体质，但有人称赞表示第一次看到有人吃披萨吃得这么可爱哦。